哎呀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超大只的、啊，那个好恐怖哦！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丽雪世界。抱歉，一开头就念错了。好，欢迎来到美丽水世界啊！我是老头，今天呢，我们已经暌违已久的美丽水世界啦，我们即将要赶紧的探索新的东西。然后呢，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一进来马上就晚上了。我记得我上一集为什么我的键盘不能动？好，可以动了。我记得我们上一集好像已经先做了这个水下的推动装置了嘛，做了之后移动速度会更快，然后可以潜更深的深海。然后其实我有点忘记了我们的之后的目的要做什么啦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蓝图，好像多了很多东西啊。我们要做，顺便做个防辐射装还是什么之类的、脚蹼我们也有了。导气管这我们不知道怎么做。指南针的话，铜线接线盒，循环氧气面罩，怎么办？我真的有点忘了要怎么做嘞。银矿石要两个，可以做接线盒。无线电。17号逃生舱已附加我的位置。17号逃生舱怎么了？我们这边很多细胶啊。未知生物的蛋，有人说这个没有屁用啊。那我们待会把它丢掉好了，好不好？他说没有用啊，有观众说没有用，我们就把它丢掉啊。腐烂的鱼，这腐烂的鱼丢了吧。素食饼干，我们快要渴死了。我觉得我们先想办法让自己可以喝水活下来吧。来，我们这有没有水啊？哇，没有哎、我们的水是不是都被我们喝光了？被我们清掉啊，行不行？我觉得这些都放仓库好了。润滑剂什么的，我们有铅啊。我们居然会有铅呢 ！OK， 未知生物的蛋也是丢一丢嘛，好多东西要搞哦。我们有铅啊，其实我也不知道铅在干嘛的，算了，我们先赶快下去去刷一下那个空气鱼啊。有这个之后游超快的。捡取，我们先抓这些鱼好不好？我们需要一点食物哦。有了这个之后，抓鱼就变超快的。什么声音？抓鱼时间。扫一下，别跑啊！偷窥鱼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感觉好像可以打开之类的。水下推进器的碎片我们已经有了，所以我们不需要了。它的碎片都是随机的、我们看一下我们有什么鱼可以拿来做啊。我不要偷窥鱼啊，我快要渴死啦。我们来一点，有个叫空气鱼的在哪里啊？空气鱼长什么样子啊？来点空气鱼吧。哎呦，不是这个，还好这都不会主动攻击。酸哦！我怎么卡了？危险！快被炸死了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蓝图，我都快要死掉的时间看蓝图。泡泡鱼啦！哎呀，泡泡鱼，我知道了，泡泡鱼。我们快走，我们快要死了！救命！先上水再说。原来我们有两个地区，一个3号，一个17哦。其实我们也可以先去17那边看一下，因为他说侦测到17嘛，对不对？17的逃生舱，我看一下那边有没有活体好了。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，有泡泡鱼，旋转鱼不是泡泡鱼啊，算了。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那个口渴度啊，还可以撑一阵子啊，好不好？
但是哦，还好，没有被追杀就好了。这是什么？扫一下，自行扫描。哦，可以扫。有了，扫了一个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边的深海不要理他，先跑再说。铁锹鱼，好多鱼我都不知道、啊。哎呀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超大只的、啊，那个好恐怖哦！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只的深海鱼、欸，哎，妖修哦！你这是要吓死人吗？第一次看到这么肥美的深海鱼啊！怎么全部都是扣水啊？怎么都是扣水啊？都加食物扣水，没有加水的嘛？我死定了！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那会渴死。哎、欸，感觉那很凶哦，会不会被攻击啊？我可以站在上面吗？嗨，你好。Hello， 你好吗？哎、欸，他不会攻击我哎、欸。这么屌哦！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虎皮草可以攻击吗？哦，材料之一，恐怖哦！先跑喽！寂寞恐怖哦！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里。扫描一下海鸥号碎片，赞。还有什么？哇，这个逃生舱。哦，这边有个洞啊。有没有一些资源可以拿、啊？因为我真的快挂了，我快要渴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没东西。哦，有仪器的 PDA， 下载一下数据。这是17逃生舱的这个下载数据，我们可以知道它到底现在这边发生什么事了。不过我们必须得晚点再看。我觉得我们要先回去了，我是说真的，先回去顺便找一下泡泡鱼，啊，看到什么鱼就先捡，不管了。啊！怎么会咬我？哇，这鱼群会攻击人啊！啊你啊喂，紧走哦，赶快回去才是重点哦。哦，我要死了！啊，救命 ！Hey man， 啊！这种探索实在是很繁琐啊！吃吃吃！哇，加三，会不会吃太肥啊？吃太饱这样子，哇，这不能丢掉吗？好了，我们现在27还行啦，好不好？然后。我们这边也满的，我记得我们可以做一个那个叫做什么来着的箱子，那个箱子叫什么？哦，这个储物箱需要四个钛是吧？我们要把这个做这个来放在外面啊、哦，放在外面之后，让它可以就是怎么讲，摆一些之前就是摆一些多余的东西啦，哦。怎样有讯号是不是？极光号，这里是阳光号。巨大碎片堆。船上有6个人，却没有装备处理这个状况。他家是要帮我标记是不是？3号逃生舱，17号，他还没标。他还没标啊。好，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。不行啊，我必须要找到泡泡鱼啊，不然没水啊。泡泡鱼找到了，上面还有一只。哎、欸、嘿嘿，你去哪里？过来啊！哦，有两个，有两个了。多抓一点，多抓一点。我们这附近就是有泡泡鱼，可是你只要到很远的地方，就是没泡泡鱼。啊，差一只差很多。
差区域差很多，是我刚刚丢的蛋，对不对？这边那边。在哪里？我觉得我们就先资源充足一点啦，然后再去深海一下比较好。泡泡鱼不见了。好，下面。然后我们先回去煮一下、喔，哈哈哈，要回去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先待会赶快收集一下这个钛，好不好？这个钛收集完呢，不能少。哦，这边有。我们刚刚是找捡到一个钛，有了四个五个钛了。哦，这些蓝图如果已经曾经扫描过了之后，会直接变成材料给你啊。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叫做什么来着？防水这个，知道怎么做啊？部署的布品，好，这个做一个出来。好了，做好了，然后我们去上面。可以直接把它丢出来了吧？指定快捷键放在一。要从哪边丢？我还真不知道哎、欸。从上面吗？储物柜。哦，就这样丢下去了。哦，按右键就丢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它会被浮起来。它会被浮起啊，重点。算了，把它丢进去好了。哦，已经晚上了，它应该不会飘走之类的吧？我们就好好再到这边慢慢来。好吧，我们已经东西都差不多整理完了。我们什么东西不见了、啊？我们的一是什么忘记了？啊，可回收金属哦。算了，先把它丢弃好了，占空间。哦，第一个是焊电枪哦，那没有用。好，我们去多收集一些东西，顺便找一下有没有桶。先跑。OK。爆炸鱼是你，给一点铜啊！又来又来又来！建造台碎片，需要散落的一些碎片啊，扫一扫就对了。哦，我们打到什么？金块，我们又拿了一个金块。银矿，我们银矿差一个，银矿差一个，其实都是运气耶，这通通都是运气啊。氧含量不足，啊，我们上去，刚刚好像遇到什么东西要我扫描的，来不及看。圈圈鱼，好笑啊！那个什么，我们需要另外一个叫什么来着的、啊？我们现在是可以做，我们插一个就可以做这个电线盘的嘛？那宝石盘碎片。别闹哦！宝石盘碎片要怎么获得？会不会是我们那个？会不会是在我们那个礁岩上面的那一些，很像一片一片的、啊？该不会是这个吧？会不会是这个？是这个好像是哦。
还真的是哦。那我们现在插铜线啊，我们已经可以做，我们在一个银矿池就可以了啊，对不对？哥只要在一个银矿就妥了。哦，哥在一个银矿池，快点给林北银矿池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先恢复一下氧气。银矿石，再一个啊，哥就 OK 了，我们就可以拿建造枪开建造枪开局啊，有这么的顺利吗？我不知道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，我们继续往深的地方前进好了。嗯，这边看起来没有，哇，有妖术，呜呼呼呼。不要这样子嘛！每个都这样暴走，我看起来是你的型是不是？那么饥渴想要上我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对不对？去前面这边好了。我怎么都看不到那个墙壁有眼啊？前面有一个，看这不是，这不是吧？对，都不是。银矿石这么难拿啊！啊啊！炸屁炸！我相信银矿石可能要再更深层啊，像是这个哦、啊，这是什么？是盐巴吧？盐巴可以做胭脂的。我要找到铜矿啊！铜矿，这个。这是盐巴，做个胭脂品应该也不错。哎、欸，有没捡到？又没有氧含量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继续找。这个游戏我觉得大部分的时间全部都是在探索，都在找啊，完全没有任何的战斗画面。应该基本上是说目前为止无法战斗啦，所以说你别奢求有什么战斗画面了，就是尽可能赶快收集你所有的材料啊，收集你的材料啊，好好的让你的这个装备更加的壮大，这样子是吧？现在连一只啊中等型的你都打不赢了，你还笑想要打赢谁是吧？啊，所以我说银矿石呢，还是没有银矿石啊。然后刚什么东西自爆了，找到了吗？好，有了有了，我们回去了，两个银矿石入手。我们顺便看一下这个地方好了，扫描，这可以扫吧？重力球可以扫描，又有好多新东西可以搞了、哦，啊，重力球什么奇怪的鸟东西就出现了，啊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箱子没开口啊，没开口要我扫什么东西？这个嘞，信标碎片。不要杀我，拜托！我只来这边找东西的。等一下啦，好多东西要找哦。算了，先上去好了。哦、我们的这个水下推进器剩34%，到时候可能要装电池。啊，尽量不要一直常用，尤其是你在深海的时候，这个没电的时候，你就等着 GG 吧你。没电的时候，你就等着狙啊！没有任何意见啊！我说是吧？就等死啦！哦，实验台，我们又多了一个实验台。哦，获得超级重大蓝图。OK， 应该没有了吧？没了，我现在。什么都没有找到，都没有。
这该不会是太阳能板吧？我随便讲的。啊，不是。我记得我们之前好像死在这里过一次哈，在这边死过一次的样子。多收集一点。哦，回家喽 ！Go Go Power Ranger！ 哒哒哒哒哒哒哒 ！Go Go Power Ranger！ 没事，没事。Go Go Power Ranger！ 好吧，我们回家了。开座。开座建造枪啊！首先呢，我们先来做几瓶水，啊、还是很需要的、啊。腌制品也得做一做。哎呀，我们可以手烤圈圈鱼啊，然后我们可以腌制了。哎，我们盐块，但是圈圈鱼被我们烧掉了，所以就哭哭了。原来不能先烤啊，可以用腌的。啊，重力球是可以干嘛？利用人造重力球吸引较轻的物体啊，应该是类似手榴弹之类的吧。好，我们可以先做接线盒了。好，接线盒做了之后呢，铜线也能做了。啊，忘记准备电池啊，电脑晶片怎么办？阿哥的电池呢？哦，还可以做高级接线盒哦。在哪里？没看见，哎、欸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我们现在缺什么东西？咱们缺什么啊？哇，高级的是两块金啊！高级的是两块。我们要做这建造箱，我们插电池嘛，没有错，果然真的插电池。酸性蘑菇，这个太简单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家隔壁就有了。哈哈哈哈呀，我们有了。哎、欸，我在干嘛？哎、欸，不要闹了，大大。Daddy， nice， 好了，我们的建造枪应该是这里吧？是工具还是什么、啊？工具呀！The builder is designed to construct habitats capable of withstanding extrem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. 要怎么做？其实我很好奇、欸。右键，哇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好玩！太阳能板可以收集能源，每分钟25。只是我不知道要怎么盖，说真的，右键可以开启这些啊，还可以旋转。重点是我们连基础都没有，我们先来试试看，这什么杂项是什么？实验台、垃圾桶、标签牌、舱门，我们是不是要额外盖个地基啊？这是不能延伸吗？我觉得这不能延伸就的话就太可惜了，应该可以啊，你自己看，他这边啊、哦，不能接啊，我以为可以接、欸。你为什么不能接？可不可以从下面接起来啊？这是走廊、窗户、房间，我们到时候还可以做房间垂直通道，可不可以接下面啊？不行哎、欸，是我异想天开啊！这完全都不能接哦、喔。内部零件、神梯，还有什么工作台、无线电哦，我们只能额外再盖了啦，我们就要舍弃这个地方了，是不是？哦，那好吧，我们先稍微试试看地基好了。啊、哦，不会盖。按住左键建造，
他还要需要两块铅，到后面我们要的铅就要更多了。我的天啊！好了，哦，第一次可以踏在上面的感觉就是不一样，好吧？没有铅了，哈哈哈哈。我们没有钱，这就是我的家，我可爱的家啊、哦！我的家跟大自然接触，怎样羡慕吗？好、哦，我们地基盖了一个，然后啊、哦，地基加固板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增加耐久度是吧？啊，它没有墙哦，它没有墙壁是吧？好吧，我觉得这个到后面可能要自己想办法变成就是。该怎么讲？就是应该要先来解锁房间，然后房间再延伸，有没有？用这个来当走廊当墙壁，它没有类似像方舟那种四块墙壁之类的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了哈。那很高兴呢，我们用了建造枪跟这个、地基哈，而且还会往下沉的地基，好不好？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哈哈哈。好啦，我们这个系列基本上更新会比较慢一点啦，但是呢也没有说不做啦，因为我觉得它还是有可玩性，好不好？因为最近游戏实在太多了，很多东西没办法消化，只好先让这种比较冷门的游戏稍微啊让它休息一下。好，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玄幻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奥头，我们下一次是美丽水世界再见了，拜拜。